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极影电子北有限公司的夏雷。本次呢，我们在展会上带来的呢，我们的极影的音视频云系统，其中包括有这种，音视频的这种影视产品，也有音视频的视听产品和录播产品，其中还包括这种系统的新媒体资源云平台和互动视讯云平台。这次展会中，我们产品的亮点呢，是我们展出的这种便携式影视工作站。在这个产品呢，我们基于特技导播切换功能，然后把这种虚拟抠像、录制、资源管理的这种直播点播，都全都在一台设备里进行了实现。同时，我们这个展会呢，我们还带来的这个产品呢，在教育里边、教育录播里边、然后医疗里边、会议里边，都可以来满足不同用户用的应用需求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。